我们今天要来看的呢是，24到27小节的部分，就是从主啊，你是我全然信靠，耶和华使我安然居住，也就是最后一段 chorus 的最后一句话。那呢，我们先左右手分开，从右手开始。其实呢，这一段跟之前那段是非常相似的。左手呢，我也是按照那个第一个音呢，就是 D7，所以说呢，之后呢，我们就从 D7，我们那里是没有弹的，所以说呢，你可以看到我把它带到更低音的，所以这是 G7 的部分，然后呢，我们到了 B7。是这样子，那我就直接没有调了它这个 D7 了，因为我就用另外一个音把它带到另外一个层次，然后呢，最后呢，我这边呢右手有这样子一点点这琵琶音。猜看看，所以我都会在它前面加一点点音，听起来会比较丰富。那左手的部分呢，就是 AM7，然后呢，所以是一样的。走一次比较慢一点哦，其实分开还是很容易就。那我们再合在一起一次。所以呢，第一个音是在 G 的部分呢，我们这里是在压这里。那回来之后，最后两个音，整个合起来一次，停顿一下，好，那这首曲子呢就是这样子。那最后呢，我可能会再往最后一句话来收尾，所以说我会在24节这边再重新弹一次，所以呢，我来示范怎么带过去。